家请合掌，我们先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念佛是宜。尊敬的华严净宗学会理事同仁慈悲，尊敬的维罗师，尊敬的乐众菩萨，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又回来探讨念佛这个课题。我们净宗学会啊，顾名思义就是修念佛法门的，就是修学这净土宗派的。所以我们啊，在这一个法门里面啊，必须一定要真真实实的把它弄清楚，把它搞明白。所以墨学常常讲的啊，最可惜的就在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自己原来所修所行都不符合条件，跟往生啊没有关系的。那时候啊，我们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个跟我们上学上课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考场的时候才后悔啊，这个老师教过的，老师讲重要的，但是没读。
所以啊，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如果大家啊因为隔了啊两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如果大家诶忘记了，每一次啊要在回来之前啊可以去看重播啊，就知道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李老师自己本身跟我们说的，他25年来每一个星期日都来讲经啊，到这个灵岩三世，台湾灵岩三世啊，告诉诸位，李老师给我们讲啊，讲经不能了生死啊，天天讲经都往生不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修学这个法门，我们做对了吗？不然啊，我们这一生啊，忙忙碌碌的，看起来啊，非常精进，到头来都是落空啊。什么是落空呢？往生不了啊。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还是随着我们的业，我们的业力所牵引了。啊，这个真的是啊，太可惜了。啊，为什么我们在此地啊，要来探讨这一个课题，念佛事宜？因为太多太多净宗修人啊，修这个净土宗的，念阿弥陀佛的，尤其在这个时代，太多啊成就不了了。所以我们这一个课题里面啊，现在我们进入的是第一门，万修万人去里面的低头地桩，这个修字。所以我们修对吗？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李老师跟我们老和尚说的时候，那是60多年前哦，跟我们老和尚说60多年前，台中佛教联社啊，10000个只有5-6位往生，真正能够往生。我们老和尚告诉我们啊，现在啊10000个啊，1-2位不知道有没有呢。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修错了。我们总是啊，以为，而我们很多时候啊，都会啊，将佛法自个合理化，依着自己的意思去了解。所以老和尚啊给我们讲啊，我们修学佛法，尤其这末法时期啊，不能够啊闭门造车，不能单一修行啊，自己关起门来自己修自己听经，会越听啊
跟佛法越离越远。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佛教兴起啊，这丛林呢？因为了解到啊，我们末法众生修行啊，必须要依众靠众。所以曾经给诸位说过了啊，在墨学本身的道场，我跟这些同修说啊，老和尚的经一定要听，听了以后呢啊，我们有在习讲，哎，墨学有习讲的这个课呢，我们是来对证，看我听的了解明白的跟师父讲的一样吗？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课堂后啊来研究，啊，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哎，啊，哪里不明白的。所以老和尚跟我们讲啊，同样的一片光碟哦，十个人听，十个人的误处都不一样。所以啊，李老师为什么要将这一个讲经不能了生死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啊，是要提醒我们不要乱修了，不要自以为啊，我这样做这样做啊，我自以为我就能够把握往生。哎，譬如说啊，这个曾经也给大家讲过的啊，这些故事，我到这一个雅加达去的印尼大护法坐下来，就问墨学了，我世界各地每一场三十系念我都去，我有没有把握往生？跟李老师在这边讲的不是同一桩事吗？讲经不能了生死，参加三十系念能不能了生死？同样的。所以啊，李老师给我们说明了，讲经仅为结缘，能令众生了解经义，改变心理，继而能够实践修行。讲经听经是解门，如果有解无行，到最后是怎样的呢？到最后就像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增长邪见，对，歪起了啦，啊，真的歪掉了。所以对佛法了解很透彻的，告诉大家哦，久而久之啊，就会变成大佛学家，他到哪里去都给人家理论佛法，这样能不能往生呢？往生不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啊来念佛啊，无论是一日修、二日修、三日修，只要有见到我这张脸的，必须一定要来听课，有这个课程的，
这是什么呢？要行也要解，要解不能够没有实践。所以啊，解行得要并重啊，要平衡啊。啊，所以我们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些哎呀，道场办这一个念佛一日修二日修乃至一佛七，啊，就是每一天啊就在那一边念佛，啊，没有真实的深入去理解佛陀的教导，在我们这个念佛这一块，这个也成就不了啊。清凉大师也给我们讲到了，有行无解，增长无明。我们啊，就会越来越迷信，越念越学，我们就会啊跟佛陀教导啊越离越远。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身边这一些同修是这样的啊，老修啦，啊，我们不可以叫老哦，人家会生气。我们讲资深的，哇，他很开心啊，这是同一句而已，同一句话嘛。这个资深的念佛人，哦，如果他没有真正去解的话，他是越修就越迷信的。哎，啊，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朋友，哎，同道友，如果有赶快要拉回来，不然啊这一生又白修了。所以啊，连讲经都不能往生了，更何况是其他的。所以啊，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惊艳的话，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啊，我们专门，尤其是现在末法，我们北传汉传佛教，我们专做的，做得不亦乐乎的，哎，我们很落力，很卖命去做的，去修的，去学的，都不是佛陀教的，这对不对呢？啊，这个是在上一堂课给大家讲的，真的就是如此。佛陀有没有教我们打花鼓？我常讲的啊，但是我们用这个花鼓，我们在学的时候莫学自己本身学，这个是经历走过来的，我才知道，哎呦，一个夜啊，连睡觉晚上发梦都还咚咚咚咚咚，幸好那时候我的时间还没到，如果到的话，下一生下一世可能去跳舞了，啊，这些音乐了，啊，所以我们真真实实啊所做的是佛陀不教的，我们很爱做，佛教的呢我们还会给自己 excuse 啊，
这个五戒啊，很难不敢啊。你看佛教的哦，我们不去做，而其他的不是佛教的呢，我们做得非常开心。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万修万人去，现在变成一两位，我们李老师当年的五六位，为什么？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所以啊，李老师给我们讲啊，纵使在经百年，日日讲经，亦不能了生死。天天讲经哦，有一些开始要学讲经的，天天在这一个经典里面，能不能往生呢？也不能往生啊。你看日日讲经，经百年都不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往生没有别的了，只靠定四字洪名阿弥陀佛。你的佛学术语，你讲经讲到天花乱坠，你自己本身没去落实去实践，没去念这一句四字洪名阿弥陀佛，我们也往生不了啊。所以啊，但知念这洪名，念之一心不乱之获益为大。所以我们修这个净土宗的，我们修念佛法门的，最为要紧的是什么？就是念佛，哎，没有其他啦，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学在这一个疫情的时间时段，我发现到啊，好多净宗学会的理事同仁哦，资深修者哦，一天可能念不到一两千句哦，要求念一个三千声五千声都做不到哦。所以我们怎么敢说我是修念佛的？我还代表这个念佛法门的，所以啊，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现在所修的所做的，是不是真正能够利益，给我们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没有，奉劝诸位不要放太多心思在那边了。我们要懂得啊，每一间寺院要出三门之前都有四个字，知道什么字吗？回头是岸，回来吧，修错了，
要修到最后啊，才来后悔，做咩安呢？没得救啦，我们就要还要再等啊，若干世后啊，不是讲这一次往生不了，下一次就可以哦，没有哦，哎，所以我们如果有读《无量寿经》的，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一生这一世能够遇到这个法门，能够遇到这一本经典，能够遇到这四字洪名阿弥陀佛，能够相信，能够启用，是因为我们啊，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供养诸佛，哎，这一个功德成熟了，累积上来的这个功德，我们才能够遇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这一世错过了，告诉诸位，又要无量劫了，我们又要开始修起了，累积了啊。我们好像去打油一样哦，那个有没有那个 cut 啊，可以累积分数的 point， 哎，我们又从头开始了，哎，所以啊，不要错过了。尤其我们这一生这一世，你看我们修的功德圆满，善根福的因缘都圆满，我们遇到了我们老和尚这么久来，嘿，你看我们刚刚好啊，投身在这一个时段啊，能够真正明白了解这一些经义啊，这很难得哦啊。所以我们啊，从释迦牟尼佛怒盘涅盘以后，到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有哪位的祖师大德是一生当中没做别的，就是讲经教学的？没有啦，专门做讲经教学，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已经具足了，把握不把握，珍惜不珍惜，就靠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讲到了念佛真正的功夫，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一心明心啊，心明性显，我们就能够成功了啊。如果我们只会谈玄说妙，修多少个年头都不会找到啊我们的心性。所以什么意思是念得一心啊？我们三个课题，第一个万修万人去，第二个待业往生，第三个一心不乱。等我们讲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去了解什么叫一心。但是这一边给我们讲出心明性显，这是什么？教我们老老实实咬住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要知道我们念佛是要怎么来念的。我们念佛人啊，告诉诸位，不要谈玄说妙，尤其在我们净土中，净土这个净宗学会，不要讲一些奇奇怪怪的，
而人家所看不到的。所以默学在起讲的时候啊，这个课题在前面曾经给诸位说过，第一个宗派最先脱离轨道的就是佛道的，就是我们这个念佛了。因为现在的念佛人，我们看到很多啊，都喜欢谈玄说妙，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怪力乱神的事情。这是佛陀早在2000多年前就制止，除非我们不是佛教的这个法门，我们就是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很多念佛的修净土的，佛不佛道不道啊。所以李老师给我们讲啊，修多少年亦找不到心性。所以啊，请诸位谛听，慎重的来听好。南无阿弥陀佛，即是汝之本性，本性呢，即是汝之心。我们念这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心性。我们本性心性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的课题啊，慢慢越讲呢，越来越深了。不要深到最后呆去了，因为听不明白。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就念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一句啊，这个讽刺我们念佛人的。所以刚才给诸位说啦，我们讲经，日日讲经，我们做别的，天天做法会，亦不能往生哦，亦不能够了脱生死哦。如果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别的，就要念佛，对吗？又来了，被人家讽刺我们了。讽刺什么？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求心不求佛。他讲愚人，愚人就是什么？笨蛋的啦，笨蛋的人呢，我们是求佛啊，聪明有智慧的人呢，他是求心不求佛的。所以啊，李老师在这边给我们问我们，我们大家是求心还是求佛？所以我们要知道哦，我们念佛不是求佛，要记得哦，我们不是求佛哦。但是很多啊，现在大致上默学看到的，不是我们净宗而已啦，大致上的佛教徒来到思愿庵堂啊，点了香之后跪下来啊，有说不完的，
跟菩萨祈求的，然后头一直点，有没有？这个好像叫求佛嘛，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哦。李老师给我们讲，我们一定要念佛，但是李老师没有教我们求佛哦。所以啊，被禅宗讥嫌我们啊，给这些其他宗派的，他哎呀，你们念佛人啊，只有笨蛋的人才求佛。佛陀教我们的，就教我们要求我们这一颗心。话说回来，讲这一句话的人啊，有没有深入经藏呢？也没有。因为刚才给诸位讲了，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我们天天在做这个三十信念，不是吗？我做了无数次了，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禅师给我们讲的，中峰禅师讲的，这也是李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讲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本性，汝之本性，本性即是汝之心，就代表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佛有没有求佛？没有，不是求佛，我们依旧在求心。哎，这个是门外汉不懂。哎，所以我们哎，念佛人应该要挺出来。 No no no，当时我不在，没有，我会说 no no no。 我们没有求佛哦，但是我们现在念佛人，谁敢讲没有求佛的人？有没有？所以我们都变成愚人了，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就变成不懂的，就变成了愚人，笨蛋的。为什么会讲笨蛋呢？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面打转，永远出不了，因为我们求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学佛教，我们会来学这个法门，是因为这个法门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对不对？试问在世上的其他宗教，有没有其他宗教是可以脱离六道的？有吗？有吗？其他宗教，告诉诸位，没有哦，没有哦，只有我们佛教。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话说来很长，你没有发现到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要在印度示现成佛？哎，这个我们都要考究的嘞，啊，但是我们念佛人不用啦，因为做师父的才要，才不会给人家问了之后我们才可以 no no no， 对不对？要懂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是因为世界上最久的一个宗教就是印度教。他在那边为什么要在那边？就是以最久的宗教都脱离不了这六道轮回，解决不了我们的生老病死啊。
所以要在那边示现，要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所以世上没有一个宗派是可以脱离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学佛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够脱离这六道轮回，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轮回啊，这个 circle。 哎，所以我们很多念佛人啊，错误啊，这个又是新发现哦。哦，默学啊，每一堂课啊都要带来惊喜，打破传统的思维，我们的想法那个是错误了。那一个错误呢，有没有问题呢？很大问题哦，将会障碍我们将来往生哦。所以啊，我们的障，这个障碍的障啊，有两二障嘛，其中一个叫什么？所知障，它会障碍我们哦。所以这个知一定要正确啊。所以我们念佛，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其他宗派，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啊，念佛人啊，就会认为我只要信阿弥陀佛，我就能往生，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之前有没有这样想过呢？因为我信愿行嘛，对不对？嗯，我信阿弥陀佛，我就能够往生。信阿弥陀佛就能够得救，哎，讲一下，很像其他的，有没有？信耶稣基督就能得生，这样信阿弥陀佛跟信耶稣基督不是一样了吗？不同哦，记得，信耶稣基督那个是有求。我们念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我们是无求的，我们没有求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曾经给诸位说过的，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的主要目的在哪里？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啊，啊，这个是老和尚在《大经科注》里面给我们讲的。当时默学学习的时候啊，听到老和尚讲这一句话，噔，不是天天在那边求愿往生。哎呀，求西方极乐世界我才拼命念佛嘛，阿弥陀佛我就是要往生，不是哦，不要搞错哦。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为了要怎么样？不是求要往生，而是要以这阿弥陀佛来安住我这一颗心，来沉淀我这一颗心。所以我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求？没有，我没有求外面的，我念住阿弥陀佛。哎，当我们很紧张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 cool down cool down， 哎，是还是求回我们自己的心，安定清净我们自己的心，没有求外面的哦。所以我们才了解到，我们念佛啊，不求佛，
这个我们在三十系列里面，中峰国师啊，这个禅师也给我们讲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十方三世一切佛跟我们的心性是一样的，是同一个的。你看又要讲到很深了，所以每一次啊，墨雪带着一些侍者嘛，我讲到比较深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应了啊，你们不敢反应，你们只是眼睛眼在落落台军哦，他们这一些年轻的他就师父不要讲 aliens 的话啊， aliens 都听不懂的话。所以啊，心佛原是一啊，同样是一个东西来的。我们不是向外面求，而是向心里面去。所以为什么刚才给诸位讲了，我们解行一定要并重。什么是解行？老和尚在《大经科注》里面给我们讲的非常透彻，非常好。讲什么呢？解是看破，行是放下。所以真真实实啊，看破了的，他就会放下。放下了，我们心上的负担啊，就会减少。减少，久而久之就会变什么？清净。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烦恼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放不下。为什么我们放不下？是因为我们看不破，看不开，看不透。所以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讲到天花乱坠，哇，这个解行是怎么样？老和尚用四个字，看破放下，解决了。所以现在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叫我们放下啦。放下什么？我们的脾气来的时候，放下脾气，提起阿弥陀佛，放下。哇，这个委屈不敢管，放下，念阿弥陀佛，你能提起来吗？这一句阿弥陀佛，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念佛是怎么来念的，是这样念的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哦，每一个时段都有每一个时段的考验。可能我们已经 get 烂尿了，我们没有发现罢了。因为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什么随波逐流。所以我们念佛人要提起十二分的警觉，我们不能够再随波逐流了啊！我们的喜，我们常常都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天天都是这样。早上起来，你看一个早上而已，十二点之前啊，有开心的，有生气的啊，有可能有一些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啊，你看很多很精彩的哦。一个早上而已哦，所以你看我们有没有把它抓回来？
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一些喜怒哀乐放下？我们常常讲放下放下，很抽空，这个很抽象的，放下什么？就是放下这些啦。所以我们学佛人有没有真正放下我们的喜好，喜欢的讨厌的要放下，放下我们的贪嗔痴啊，放下我们的这一些五欲六尘，这一些都是放下。所以天天在放，怎么放？念佛提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念佛是不是求阿弥陀佛？不是啦，跟求佛朗诵没有关系。真的吗？对不对？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不懂的人哦，我们念佛人哦，做的一模一样在求佛呢，是不是？你看我们跟我们的孙啊，跟我们的孩子讲啊，明天考试哦，快点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加持啊，明天顺顺利利，有没有？有一些人就会讲啦，师父师父不用紧啦， 就跟他结一个缘，种一个金刚种子，他要念求佛一下不用紧啦，有没有？会觉得哎呀不用啦，不用紧的啦，就是因为不用紧。所以凡事我们净土宗哦，为什么我们老和尚要讲经62年？就是不要再让他错下去了，已经断成那200-3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整个佛教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老上常常讲的，现在的寺院庵堂，以前的寺院是什么？办班教学的场所。现在的寺院是什么？精忏佛事的地方。真真实实要去找一所有天天讲经的、学经教的，真的很难啊，找不到啊。所以呢，我们这一代要真的回来了，不能再错了，不能再错。做错其他传输出去错误的思想观念了，不然我们现在的孩子哦，受的教育都比较高啦，他不像点拜五郎跨面都知哈，那公公呆呆哦，现在很灵活哦，很精灵哦。为什么我们佛教徒的这一个人数每一年的统计啊都每况愈下了，我们佛教徒越来越少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总认为我们是迷信的。你看明天要去考试，今天念阿弥陀佛，然后我就能够好好的成绩。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只能够跟他说，你要开始准备的时候，你念一下阿弥陀佛，让自己的心枯燥静下来，然后呢你学习呢，你吸收的会比较多啊，凡事你冷静嘛。所以考试的时候还进到考场，你不要 panic 紧张，你先念十句阿弥陀佛，深呼吸，开考卷你就能够好好的去考了。
定下来。你要用科学的，不要以迷信的啦。所以孔老夫子啊，教导我们也一样。孔老夫子教我们什么？慎于始。一开始我们一定要慎重小心，不能觉得、哎、不用紧了，先渡进来先。所以一渡进来他是这样的了，他的心态是错误的了。又话说回来了，你看佛法都是在那边转同样的东西，因地不正啊，果遭逾矩。一开始的出发心不一样不同，最后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哦。不是说你进来佛堂，你进来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哎，同样的这个果报，没有哦，因为你的心态不同。哎，所以啊，这个我们在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曾经听过的，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啊要出家的我们做师父啊，出家众啊，在以前中国啊要出家有没有这么容易？不容易啊。每一位出家众都是饱读四书这个学问渊博的，所以你看连国王王帝他都要有一位什么国师，有吗？来辅助他，当他遇到这些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可以请问国师。哎，所以你就知道了，以前的师父出家的都是了不起的怎么才可以出家呢？必须经过这个王帝那时候叫尚书，尚书司部考试过才可以剃度出家的好像我们要考 SPM SDPM 这样子啦才有的进大学现在我出家都是这样难的要去考试的不然现在的师父都是什么师父？不要讲外面的师父啦，就讲我自己本身我是三字经的师父不要想歪不是那个什么叫三字经呢？我们最会讲的这个是末学出家以来感受最大的，今年是波罗用叫什么？不知道。你问什么？不知道嘞，不知道。我们是三字经的师父，不知道。真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都不会。但是以前的这一些师父都不一样哦。为什么现在的师父像墨学我这样会搞到这种田地不知道，然后不知道又敢出家又敢光头，你看这叫泛滥了现在很多人以前是很会读书的，学问渊博的，然后他才能够真正出家贡献，为国家贡献但是现在的出家人是什么原因？很多人来问师父师父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家，是给女朋友辟谣你看看破红尘还是受到什么打击生意失败你看是不是现在差到这样了墨学到台湾去受戒的时候我们的戒场国清律师的道场
都有给我们讲啊，现在啊，那一个时候经济不好，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受戒的道场啊，跟其他的道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看人家的道场啊，受戒啊，都是千多人的哦，啊，鬼情郎啦，啊，你知道我们的受戒那一届的道那个戒那一届，哎，多少人吗？99位，搞怎么搞给你啊？啊，很少人，哎，比起外面的那一些都是千多的。啊，其他办的这一些戒会啊，都是千多两千，甚至于有一些去到3-4千，啊，很多人很多人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少呢？因为要进来啊，必须啊要 interview， 啊要面试过的，要被调查，啊，因为现在啊那时候经济很不好，很多人啊都失去工作。被裁员，啊，这个上不上下不下，个四五十合了，啊，怎么办？好像做师傅比较好赚钱，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哦，然后做师傅呢，去扛呢，哦，啊，收这个红包啊，是蛮不错的啦。但是在台湾呢，它还是有阶级的哦。啊，你看不一样的哦。如果你去呛，你没有3个印，大家知道什么印吗？头上的戒疤啊，我们叫戒疤啊。如果没有戒疤，200块；如果有戒疤，2000块。差很多哦，哎，所以很多人都赶着啊就去受戒，那有这个戒疤，身份提升啊。所以如果你是60岁哦去受戒啊，一出来你就变什么老和尚嘞，因为你够老了啊啊，然后又出啊，哇，就变老和尚了。所以你看就泛滥了，哎，这一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都给我们曾经说过了，这都是因为啊在清朝乾隆王啊，乾隆皇帝他把这一个考试废除了啊，以前我们出家都必须要有戒牒啊，我们现在也是有啦啊，我们到中国啊，这个台湾去，我们都是中国佛教协会啊，他给的啊，我们都有戒牒，但是现在都是属于私办啊，在清朝之前都是国家制度啊，就好像去考秀才啊，去找考官员一样。这么难的啊，不简单的。所以你看他一废除了之后，你看流于啊现在很多这一些弊病了，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要给大家讲的，我们不要看哎呀不用紧啊，我们先戒瘾啊，当初也是提就保持着这种心态，人家要出家很好啊啊，为什么不让人家出家呢？啊，就把这一个考试制度，哎呀，这个太难了，不用。啊，他要成就很多的这一些出家众，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啊，泛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佛门里面啊，都频频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都是啊。属于啊不知道师父，哎，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不知道，哎，不像以前啊，你看啊，这个随口划来就是四书，就是哪一部经典，哎，里面的教导
那现在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只会不知道啊，问问这个哎呀不知道呢啊，都是不知道。所以这个真的是祸害啊。所以现在我们念佛也一样，我们不要求。所以有一些同学啊，我们道场的就给我们讲，师父他来这边他要念这个阿弥陀佛，虽然是求啦，但是好过没有念吗？我们可以度他吗？我们不要用这个方式。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宇宙事实真相告诉他。我们面对的一切事情告诉大家，无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了，做错了，今天这个果报才会现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果报了，我们要从这个果去推因，去找出它的原因。哦，发生这个事情是在哪里啊？它的缘起，明白了，我们从这个根下手，这叫忏悔，后不再造。这样子它的这个果可能现在要经过一段时间，哎，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化解了，不在了，因为它不再造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很，我们讲科学啦，我们不要再讲明镜明镜那念阿弥陀佛以后，有一些人真的生病不去看医生哦，哎，然后呢他就是念阿弥陀佛，越念越念，念到整个肺都咳出来了，然后去看医生检验的时候肺癌末期。那个医生骂，哎，怎么不早来，几年开始就这样，哦，这个啊，十多年前哦，我们不用看医生吗？我求佛啊，你看求佛，愚人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我们生病有三大类，要看是哪一类啊，不是一味着啊什么都不要，哎呦，就是自己来啊。所以我们不能哦，不能学迷，不能学痴。所以告诉诸位啊，这个老和尚在讲戏当中也给我们讲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哎，这个墨学习讲啊，前面的那几堂课也给诸位讲过的，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宠物特别好命，有吗？ Lucy 跟 Lucky 有没有啊？他剪头发比我们贵啊，我们修指甲还要自己剪，他去剪一下鬼把口，对，有没有很好命哦？告诉诸位， Lucy Lucky 前世学佛的，他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我们以后学佛，我们现在学佛，如果我们没有正知正见，我们还是搞愚痴，下一次下我们就可以做 Lucy Lucky 了，真的 Lucy Lucky 全部都是学佛的，这一些抱在怀中的啊，你驾车驾车一半，你看旁边一只狗在那边啊，那一个也学佛的，以前因为愚痴堕入畜生道，所以感得这样的果报。而我们如果这样，他福报大，所以他因为愚痴他还是要去，所以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要愚痴。
所以我们不搞迷，我们要跟着佛的教导。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一直叫我们一定要听经闻法，深入经藏？我们念阿弥陀佛亦复如是，我们不能够念迷的，我们是越念呢我们越了解越明白。所以曾经有一位信徒，这个同修来找穆雪儿，他讲说，哎呀，为什么他家人啊，他的孩子，从他父母还有他的儿女一生出来就是油烫药桶，因为轮流的一三五是他，二四六是又另外一位，每一天都是跑 医院的，看医生的。他来找啊，如果墨学呢没有真正学过听老和尚的话，我会这样讲，我如果这样子啊，叫你哦念阿弥陀佛要多念来拜佛，将他来拜佛来念阿弥陀佛，他就成为了一种迷信，有求希望能够健康长寿，不要这么多的病痛了，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直接哇就叫他这个啊，所以我们很多，所以我常常讲啊，刚才也跟诸位说了，我们念佛人很多都是教错的，但是墨学之道也不能讲很多，因为不够老，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都讲了62年爱听买都不要听了，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好像这个同学来啊，他找我啊，我就问他，这样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就开始追究去考察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果报，一定要去找，找出原因出来。找到最后，他的爷爷的爸爸是帮人家烧疤的，开垦的，砍伐的，人家森林啊如果要开始的时候啊，他去，所以在开发在烧疤的时候，不知道多少的生物生命涂炭，你看烧死多少人。所以他的家族，你看现在接下来他的父母也没有什么，他自己本身来问的这一个是博士教书的，所以这一些你跟他讲连念阿弥陀佛啊，你摆啊，你吵架碰脖，不能的，我们现在不能用这个的，我们都是要说一个所以然出来。所以去考究到最后， 他的这个爷爷的爸爸是做 这行的，所以他们生生世世你看接下来的都是这样的果报。所以从这一边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先人他造下来的，人家所谓的殃及池鱼啊，你们是被受害的，你们自己本身你看你们从事的这个行业都没有杀生啊，因为他也有听老和尚讲的，这个杀生才能够得这个不健康啊，短命报啊，我们地藏经也有读到的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就很难了解，他父母也没有啊，都是书香弟子，接下来的都是读很高书的，都是教书的，都没有关系到这个，为什么就是这样比他啊，他讲很困扰。所以我们讲啊，这个修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被殃及了，被祸害到了。所以我讲现在你知道了，因为造了这一个杀生太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尽量的要护身。我不敢跟他讲啊，加菜吃素啦，哦，不能直接，不要马上啊，我们要知道要怎样来挽救，哎，我们要护身。我们现在以前不知道造了伤害，现在我们要保护。所以他开始坐着了，好像有这一些啊野狗啊野猫啊有去把他就是哎照顾的啊，他去布施，哎，这一些中心啊，开始呢慢慢再来，哎，我讲在这一个要爱护生命当中呢，哇，我们最重要呢，我们也不要去屠害他，去杀他。我要进入话题了。你看，就慢慢一步一步，哎，然后我们曾经做过的，啊，这个爷爷杀下来的，杀生杀了，怎么办？可能他们在这一个道上哦，他们脱离不了，他们还是依旧在那边很痛苦，哎，所以他们才会来有这个果报啊，啊，这个我们叫冤亲债主啊，啊，所以呢，我们要怎样呢？现在要念佛回向给他们啊，开始进入了，所以我们不要以迷信的这一个。自戒马上叫你念佛啊，不要自戒，我们要怎样来把它带入，因为佛教都是老和尚曾经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的，我们佛教没有丝毫的迷信存在，没有哦，你看我们现在念佛回向也没有哦，我们回向，为什么叫回向？我们把我们所修到的这一些功德我们不要，我们把我们的心量拓开，我们不要求我们有要什么，我们但愿大家能够得到好处，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我们把我们牺牲，哎，我们给他回向，这个叫回向。但是现在的回向啊，慢慢狭义了，狭窄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回向，全部只有我们认识的，我们没有认识的，单嘎固好乐啊！你有没有回向给你不认识的？没有，所以变狭窄了，只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冤亲债主。只回向给我们，你看，不像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无论在场不在场，有听闻看到我的所做的一切的，我们都回向给他，不管我认不认识。所以我们很多这一些，我们在念佛也好，拜佛也好，做这一些，今天我们在听经也好，有好多十方三世一切无事孤魂飘来飘去，他只要飘过看到我们在做，他都得利益。这个就是若有见闻者，所以大家都共同欢喜。所以我们要这样把心量拓开，回向就是要把心量拓开，然后把这个好的，我们叫意念传出去，要大家能够得到好处。你看，同生极乐国，哎，这个是很好的回向。那很多人就来，师父，我要怎样回向？跟着念就好了，啊，不要在自己家很多回向给谁谁谁某某某某的那个冤亲债主，全部包括在里头了。有缘的佛度有缘人嘛，有缘的他能够来，你知道你开始念佛了，哎，他来看一下，他都得到好处。哎，我们的冤亲债主一样，
啊，如果不来看的，没有见闻听到的，那些是因缘还没成熟，那个等他成熟了我们才来，他就能够得到意义啊，不用避了，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慎于死啊！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我们佛教徒啊，都居于啊这一些高学历的啊，他都不来学了，因为我们很多都搞迷信。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念佛，告诉诸位，就像李老师给我们讲的，不要以为念佛了我们就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没有哦。李老师给我们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我们还是怎么轮回的。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没有正确的知见呢，没有正确的了解，我们看不破，我们怎么放得下，我们怎么能够成就。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我们学佛没有学别的，只学两个字，放下而已。所以老和尚啊，在给我们讲经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啦，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错过往生呢？我们为什么往生不了，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西方极乐世界是打开门，我们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就可能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去不到？因为我们每一生每一世还有丝毫的牵挂，我们放不下，我们提不起阿弥陀佛将我们要放的放下。所以我们开始学佛啊，我们现在开始学念佛，怎么念？放不下的，我们要念佛给他放下。提起佛号，一切都放下了。一个人来骂我们，我对与错都不用紧，我们不要去想了。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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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了。他讲我对也好，讲我这错也好，讲我什么都好，不跟他计较，放下。没有下次看到他哦，我们还抿着着，有没有啊？没有，不要了，放下了，当没有一回事。这个叫真正放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哦，啊，在我们的面前的，在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我们都要放下。要学着，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还要经怎么样的考验。如果我们提不起阿弥陀佛，我们心中的东西没有把它放下，我们见不了阿弥陀佛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是我们的清净心感应道交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是由我们清净心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以前啊，你看啊，墨学从有头发到没有头发啊，从有头发开始做助念啊，我们以前啊就因为上资深的上一辈这一些带领他们啊去念阿弥陀佛啊，帮忙助念啊，助念念完了阿弥陀佛之后啊，过了8小时12小时啊，出来的时候啊就讲啊，哎呦，看到莲花飞啊，有没有很多的，然后有听到天空明月，哇，很好听的音乐，然后嗅到
世界上嗅不到的香味，有各式各样的哦，我就这样被骗进去的。现在弄清楚明白了，有这样的境界的，是不是代表王者往生了？是不是？不是，这是他自己那一位念佛的助念佛友，他自己的心的清净，他看到莲花来了。看到莲花来了，你看到未必王者看到，这个是个人显现的哦，自心的投影哦，哎，我们要知道哦。所以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谁都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所以怎样才是算真正往生呢？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很明白了，在临命中的时候，他自己讲，哦，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到，他自己讲的，是因为他心的清净投出了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成为一体了，看到阿弥陀佛了，走了，这才是真正往生。旁边看到的哦，看到哦，有阿弥陀佛来接引，都是那一个自己的本身，不关于王者，啊，跟王者没相干，哎，没有关系的。哎，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你看刚才讲了那一些瑞相哦，是不是很喜欢谈玄说妙嘞？啊，莫学道。圆通寺啊，果清律师那边受戒的时候，受菩萨戒，我才发现到，我们以前所作所为啊，真的，全部都是破戒，全部都是不听佛陀的教导，我们在菩萨戒里面，十众其中一条，当我们自己好像那个。助念的人，哦，我看到那个莲花飞起来，旁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人看到，他只有看到莲花飞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不能说，因为只有我一个看到，不是普遍性大众的，那个叫什么？怪力乱神，哎，不能讲，你一讲你破戒。破菩萨戒哦，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做，有没有？有一些人拜，因为我们念佛啊，有礼佛嘛，礼拜下去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祥云，他就讲哇，很磁场太好了，有这个祥云来了，诸佛菩萨云来集。但人很夸相不过，所以这一位呢，他就是犯了，不能。所以我们不要，如果真的拜下去看到了，你看旁边没有反应，就代表旁边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们就不要看，自己的心收下来。为什么给我们看到这个？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们心够清净了，我们可以。看到了，佛菩萨给我们印证，给我们起信心。第二，那个是不好的，那就是魔子魔孙特地示现这一些境界来让我们着迷，他知道我们差一点我们就能够证悟了，我们的 level 就 upgrade， 他就不要给你啊，要给你踩坑，要给你掉下去，他就一样东西来混淆你，来抓你，所以跟大家讲，那一些修学佛法到最后 soft block 的哈，他是差那一点而已，差一点，就是那一个一点，你就成就了，
你就不是凡夫了，就偏偏给魔骗去了，着相啊，一着相，所以我老和尚常常讲，你看到什么境界来，你梦到什么都好，不要踩它，不要理它，无论它是对的、好的、坏的，什么都不要，因为我们分不出。这个魔的力量很强耶，所以人家所谓的道高一尺啊，哇，这个魔更顶呢。所以我们不要去理他、会他。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戒律里面，菩萨戒就有这个条，你一个人看到的不说，不可以讲，不能说，除非五六个全部或者全场的人都看到。譬如大家今天看到默学啊，你可以讲哦，觉仙法师来华严，可以讲，因为大家都看到啊。不要有一天只有我们的校长看到哦，他跟刚才觉仙法师来了，有没有没有人看到哦？因为我化身来啊，你看不能讲 ，OK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该当真的，我不要把它当真，我们要分得出。大家都看到的哦，那个可以。所以跟诸位说，在助念的过程当中有这一些很好的瑞相呢，都是助念团的团友自己的清净心显现的，并非跟亡者。亡者能不能往生，全凭他自己的这一个资粮。谁也帮不到你。如果有师父，你找师父，师父讲说来你跟我一起学，到你临命往生的时候我给你凑一定去，那个你第一时间马上就要快点离开了咯，没有肯定一定受骗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道，往生假守不了别人，都得要自己来修，然后你修呢也要修正确的。我们现在念佛的很多，成就的少，是因为修的都不是佛陀教的。所以老和尚一直教我们一定要深入经藏，深入经藏，要去明白经典里面怎么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我们念佛不是求佛，我们念佛是求我们这一颗清净的心念佛。我们提起这个佛号主要目的在哪里？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放下，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我们要提起这个念佛，不要给外面的境界来困扰我们，来左右我们。有一些人真的，我常常在洗讲当中给诸位说的，早上起来是 very happy 的，但是呢，就一个孩子叫不醒，你有没有？要去上学啊，哇，忙长，那个 mood 变坏，坏掉了我的 mood 啊！你看很快，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念佛，要时时刻刻念佛，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看息息相关的哦，这个才叫真正念佛啦！所以我常常讲啊，一天念两万声佛号，三万声、五万声，用错方法也枉然，有很多人呢，我们现在佛教徒很会的，这个定时间做早晚课有没有，那叫错误吗？不对，不可以讲说错，但是呢已经错误的使用了，以为我们早上，三点起来念到五点，念这个一万两万声佛号成就了，没有，错误了。所以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早晚课主要目的在哪里？早上提醒，晚上反思，看我们今天下来，我们检讨一下
跟佛陀教导的哪一些相违背了，这个是晚课的意义。早上还没出去之前提醒我们是佛弟子，我们今天所作所为要依据佛陀的教导，不能违背。但是早晚课只有两堂不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受戒了，受三规以后啊，大家有开始做了吗？哎，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啊？你看老人家忘记了。我们皈依了以后，一天至少六次提醒自己，我是三宝弟子。所以我们每一次啊，每一堂课要讲经之前，为什么我们老和尚要做一个三规先？就是不断不断的，每一次要提醒自己，我是皈依弟子了，我是三宝弟子了。我是三宝弟子啊，不可以乱做 啊，不能够去买多多 啊，这个是求啊。但是有一些人就问啊，如果我真的有呢，我不买多多，有这买多多就中呢啊，因为我有吗？命里有吗？对不对？这样师父我要买还是不要买？不用买，是你的就是你的，他一定会来到你身边啊！讲明白一点，他一定进去你的荷包啦。是你的他一定进去，不是你的你装进去了过后他还是会飞走啦。哎，不是你的了啦。哎，所以不用买的啊！你买的中呢，那是理所当然，你现在不用买，这一笔钱还是会到你的身边，还是给你会用上的啊，都是你使用的。所以我们念佛人更好，哎，我们懂得了，我们不要享受这一些，虽然我是有，哎，我们日子过得去就好了。哎，我们最重要就要保住我们临命中的那个福报，往生福。往生不能少善根福德因缘嘛。不要等下现在我每一天加 Mercedes 加过后往生的时候不谈往生，福报加完了啊，那个惨了。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保住到临命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直接回向阿弥陀佛。